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避之不及的关系。嗯，不念不忘，最好的爱情，蓝桥。哎，这些什么书啊？言情小说啊！安飞，你脑子要开窍，光看看这种书是没有用的。亚特兰蒂斯？你知道亚特兰蒂斯？啊，我想起曾经只有最高的文明体才可以进入的地方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，他生气了，然后随整个城邦一起沉入海里。他犯病了。这是我见过最奇妙的追人方式。哎，那个短期车啊，十分钟以内来接你老板啊，我定位。是不相信我？安飞，你的头。